和平选边大战区。 我们这个麒麟灯是四川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在古代，我们农村是过汉码头，耍麒麟灯寓意有求水，划瑞兽保五个风灯。麒麟一舞百余年，而孕育了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小镇，也已走过了近四个世纪。罗城因其独特的外形而闻名，主街两头窄，中间宽，东西长，南北短。 于是，在当地百姓的口口相传中，罗城成为了山顶一只船。欢迎大家在船心街来品盖碗茶，开水来了。靠近戏台的茶馆里，主人周永富正在给茶客斟茶。 这看似茶馆的铺子，其实是周永富生活了60多年的老宅。这个房子是我们的祖先明朝时候在这个地方建造，有300多年的历史。这个房子是船斗，起到防震的作用。汶川地震，这个龙兄的一批瓦都没有掉。这个一层是上铺，这上面就是主家屋。 这个是走马转盖楼，在当时来说比较洋气的。作坊、店铺与住宅相结合，这种店房式民居风格发端于四川独有的场镇文化。场镇既是人们进行物资和信息交换的场所，也承载着百姓们安家立业的梦想。 沿河山坡距居民铺户，接连六七里为段，天府之国因场镇而兴盛。在罗城，房店结合，连片成船，达到了分割的极致，构成了国内绝无仅有的民居奇观。川斗房子，川斗房子，你看。川妹子吴丹是西南交通大学建筑系的老师。 他参与的一项四川省社科课题研究的是建筑环境和居民的互相影响，为此，吴丹常常需要走访古镇民居，从老房子中获得灵感。那像我们看哈，这个比较宽大的一个檐廊，它其实就很像一艘船的一个船舷嘛。那么在我们四川呢，它俗称就是凉厅子。那凉厅子的话，它最宽的地方能够有6米多。 然后东西呢长达了有200多米，然后这两边的一个檐廊，它会构成一个半明半暗的一个弯状的一个通道。那么如果我们说哈，这个檐廊它是一个灰色空间，然后两边的这些店铺它是一个黑色空间，然后这些街道呢它是一个白色空间。那么这样黑白灰三色，它其实就会给人一种美妙的一个视觉感。即便历经了百年风雨。 罗城古镇的完整性仍然得以保存。船行街道旁的小巷，当年是戏台的疏散通道，因为有防火的用途，水巷的叫法被沿用至今。太阳天呢，我们遮着太阳。哎，下雨天噻，走哪儿呢？又不啥子，又不吃这个打湿脚，又不打湿，哦，大家很舒服。 住了常常很好的，打开门就可以买点东西啊，买菜啊，喝茶，都很舒服。你关系比较好，都没得竞争的，反正有急事的时候，你可以来帮帮忙啊那些。在罗城，沿街店铺无论经营的是什么，门前必备四方桌和竹椅，店铺与店铺相连，由此形成的凉厅子，构成了罗城百姓社交的公共空间。 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与建筑形态之间达成了一种和谐之美。这次我来到罗城，感受就非常的明显。像我们的这种民居的一个空间布局，其实和当地居民的性情是息息相关的，是相辅相成的。因为大家聚集在这样子的一个公共空间里面嘛，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就会变得非常的亲近，大家对事物的一些看法也会更加的通达和开明。
适宜的自然条件，滋养出了岁月静好、悠然自得的巴蜀民风。遍地开花的茶馆之中，总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烟火气息。 重金属摇滚与茉莉花盖碗茶的组合，在茶馆主人李强的身上竟然一点也不突兀。毕竟，这铜壶煮三江的生计已经陪伴了他二十多年。这个建筑虽然看起来很老，但就是说，最主要是能够一语助人。这个亮瓦的话，就是说能够起到一个。 打印光景呐，还有一个就是说能够散热，给予这个最主要的。你看这些，这个防潮、水沟老建筑嘛，水沟排沟排水，起到很大的作用。时间恍若静止在这些盖顶青瓦和穿斗木质之上，屋顶的小青瓦防潮除湿，为人们挡风遮雨。地上的千脚泥。 是人们日积月累踩出的印记，记录着茶馆的百年岁月。从天窗透进来的阳光洒在老虎灶上，照得烟雾升腾，水汽氤氲，仿佛赋予了茶馆灵魂。哪怕成都平原常年多雨潮湿，这里却始终有一种安心的温暖，让人们愿意驻足。 这个房子属于这个老房的话，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沉淀。因为来了之后就觉得，哎，就回到我们原来的房子都是这样子呀，老房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好像回到自己家，就是在自己家里面一样，就是这种这么样一个感觉。对主人来说，茶馆不仅是一个谈笑有鸿儒的江湖。 更是充满了烟火气的居家之所，在时光淘洗中留存下来的一个个老茶馆，就像一张张老照片，是民居记忆的载体，更是人们性情的寄托。13年间，摄影师钟跃民用镜头记录了茶馆里的人间百态。临近年末。 他打算在这里举办一个小型的个人影展。这是我拍的，哎，对，在这办一个影展，准备出一个书。像这样子拍出来的照片确实很少的，像这种烟火气息和这种人情世故特别少。对。 现在不要说四川了，现在全国能够保存成这个样子的，也就独此一家，啊，没有第二家了，没有第二家。猫儿再往里点儿就。猫儿该再往一点儿啊，就这个样子对了的，这个样子。你看这个光线好嘛，这是去年子九十一岁的时候，啊，十年了。有十年了。嗯。 红围腰，这个红围腰，这个叫红酒，是不是红酒嘛？从这个小小的一个茶馆，就会折射出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变迁。我经常说，它是一个码头。它每天，它必须划着从家里划着它的船到这个码头来，然后把这个它的船靠在这个码头，然后和它的一帮朋友在这里聊天，然后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。 人来人往，世事变迁，摄影师镜头里的主角一直在换，唯有老屋静默于此，见证着悲欢离合，沉淀着岁月沧桑。去那个东南下联，也是可以啦，老板娘啦！哎呀，你那个是老板娘吗？正如豪爽明快的四川方言一般。 四川民居开放多元、风韵独到，也成就了巴蜀百姓坦诚率真、不拘格套的性格。
茶馆泡人间，老屋在江湖，这龙门镇还要在老房子的见证下日复一日地摆下去。四川人最爱住茶馆，茶馆遍布全四川，盖碗茶一摆有三件，滚烫的开水就往里掺。